小块，如果你喜欢就这样倒到那里行，如果你不喜欢就给它丢进去藏起来，或者用一个一字夹给它藏起来也可以，这样就完成了。这个发型呢就很日常，有一种日系温柔女主人的感觉，然后这个辫子在这边若隐若现，很有潮流设计感。耳侧上方的一点部分取多一点，把它撑两半，交叉着往后绕，没有任何难度，绕到差不多耳后这个位置辫子最后的交叉点的位置给它分开掏个洞，然后把所有的头发都从这个洞里穿过去，然后拿出我们的丝巾，还是从这个洞里给它穿过来，然后一边留一半，然后再把下面所有的头发和这条丝巾一起变成一个三股麻花辫，我下面留了两个，所以它自然的就有一个交叉错落的袖，快结束的地方就给它用一个皮筋固定住，下面留的这两条给它系一个好看的蝴蝶结，把所有花苞的位置不够蓬松的地方给它扯蓬松一点，这样一个丝巾侧边发就完成了。再把这个丝巾从脖子后面绕过来，上面头发暂时用不到，给它都夹起来。下面的这两条分别和这根丝巾变成一个三股辫，直接把这根丝巾也当成一缕头发辫子，到这个末端的位置用一个小皮筋给它固定住。两边都编好以后，把上面的头发放下来，避开刘海的位置，把这两根都盘到头上去。盘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可以紧紧的贴到耳后。就会比较牢固，而且还能跟上我们皮面的问题。然后上面的部分我就用这种一字夹给它固定住，这样别好以后，其实自然就有一个高屋顶的效果。我先来扎一个半高马尾，把领子给它扯蓬松一点，拿出我们的丝巾，在这个马尾后面绕过来，然后在这个马尾衔接的地方给它扎一个好看的蝴蝶结。蝴蝶结剩下这两根可以直接绕在这个辫子下面，给它打一个结，可以给我们高马尾一个固定支撑的作用。最后调整一下蝴蝶结的形状。这发型呢就很活泼很青春，头顶的这个装饰在辫子上方往下转呀转呀转，一个小梳梳的时候，抓夹再抓起，来一个完美的半扎鸡毛头。再在下面取两缕头发变成三股麻花辫，再多绑两个小皮筋装饰一下，这样一下就很 Y2K 了，有没有？右边也是一样。大概隔一段的距离。